在西边给三十四次二十别人讲到惭愧的人痛苦的人安到但是上帝自己脱脱弄中啊而人本人上帝人家脱脱这个西边给三十四次十八节人家讲到是讲七间二人相信上帝的人属于二人要谢上帝要求上帝要祷告给上帝上帝要听自己的祷告要答应自己的祷告给自己脱脱热切的惭愧热切的白色给自己的痛彩看待自己的歌吐吐这些的白色给自己的特性的路因为这个圣经讲二人的惭愧二人的白色二人的痛苦暗道但是上帝给你脱脱热切不是意思给自己脱脱带自己的歌吐吐这些的痛彩带自己的歌不是个力量的歌不是个聪明智慧的歌为了自己有特性的路因为自己祷告之时自己求祈之时自己世上帝之时既要听自己的祷告要答应自己的祷告带自己的神的路阿们。